想要去 Mission Inn， 要去看灯展，就是有一间在洛杉矶的东边有一个城市叫做 Riverside，它叫河滨市。那 Riverside 这个城市呢，它有一间很老的这个饭店，那这间饭店叫做 Mission Inn。那 Mission Inn 呢，这间饭店呢，他们每到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会把很多很漂亮的那个圣诞灯，把整间饭店都装得亮晶晶。那因为这间饭店本身呢，它就是比较古色古香型的饭店，所以呢，它还会摆很多那个圣诞装饰，像是胡桃钳啊、大的胡桃钳之类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出门去看看 Mission Inn。我来美国4年了，可是呢，都还没有去过，所以很期待。那我们现在就出门吧，走。然后比一般的松饼还要更香脆，很好吃，上面撒糖粉，好想买一个。可爱，看到一间很可爱的姜饼屋，是粉红色的，然后它是甜点店，在卖蛋糕啊、饼干啊、咖啡。刚才已经去那个 Mission Inn 回来了，就是一个真的蛮漂亮、很值得去的地方。那它除了它本身的饭店很漂亮以外啊，它的外面街道上面呢、也都有很多的小摊贩，那有点像夜市。那小摊贩呢，就会卖一些这种美国传统圣诞节的点心，像他们就有爆米花、焦糖爆米花、焦糖苹果啊、巧克力啊、热可可也有，那也有卖一些烤肉之类的，所以是一个蛮值得就是合家欢吧。我们如果不是因为灯展的话，可能不会去。可是呢，整体来说，今天的经验是非常好的，就是它是真的很漂亮。只是很可惜呢，我们到了以后才发现，下午5点以后，它就不让人进去饭店里了，除非你是有定位要吃饭或是要参加活动的，不然你只是纯粹去观光的话就不能进去。因为它本身看它的这个饭店灯展是不用钱的，但是一般的游客就没办法进去饭店里面，所以我们决定啊，下一次我们要去饭店里面，那刚好就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的那个
婚结婚纪念日4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刚好就是下个月，再过2个礼拜就到了。那我们刚才刚好看到他有一间很漂亮的餐厅，很像一个丛林，那是吃墨西哥餐。那我们的朋友也推荐我们说那一间餐厅非常好吃，所以我们就决定1月8号结婚纪念日当天，我们就要去 Mission Inn 的内部参观，然后顺便呢去度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那我们大家下一次再一起去看那个 Mission Inn。好，谢谢收看今天的这个 Mission Inn 的一日游。那希望大家如果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呢，要帮我按赞，还有打开订阅，还有小铃铛。那记得呢，要继续关注这个菜鸟太太新移民。那菜鸟太太我呢，本人呢就会之后会为大家拍更多的影片，就除了介绍美国啊，同时也会邀请很多一样是菜鸟太太的这个新移民来跟大家讲讲我们的爱情故事啊，还有很多关于在美国生活华人圈的大小事。那就这样子咯，拜拜。